鹿晗与吴磊同框，头发长到肩膀，网友这是要走文艺路线了。作为当红组合 EXO 的一员，鹿晗虽然选择了离开队伍发展，但是反响却是意外的不错呢，都是顶级流量的那种。但是自从鹿晗选择和关晓彤公开恋情以后，热度就远远不如从前了。后来鹿晗的电影《上海堡垒》上线，但是反响依旧也是一般般，真的是连舒淇都拯救不了这个片子的了。这部剧和鹿晗搭档的人是吴磊哦，各位网友们是不是很期待呢？照片中的鹿晗留着长发，身材依旧纤瘦，可能是因为照片不是很清楚的原因，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发型的原因，总是感觉这样的鹿晗有一点的奇怪。网友们也纷纷表示，鹿晗这是要走文艺路线了吗？